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今天啊，我们一起来玩这个地图呢，它的名字是《玩家大战乌干达克鲁斯》。乌干达克鲁斯大王呢，就在这一边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乌干达克鲁斯呢，好像他们，人数真的好多好多呀。不经意间，我不知道我被谁杀了，看来我们的这个是有队友伤害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开关打开，让乌干达克鲁斯直接攻过来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都准备了什么东西。我们来把这些箱子里的东西都给它穿起来。不知道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乌干达克鲁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在游戏中看到它是一只狗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啊？我们现在呢就下去迎敌呀。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呀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？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，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，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哦，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我去，我这个是直接可以秒杀乌干达克鲁斯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啊。不过这个武器的攻击力是真的有点可怕呀。这么多乌干达克鲁兹根本不够打的呀。好的，这个乌干达克鲁兹啊，我们已经全部杀光了，好弱的感觉啊。好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